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s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a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 ，Get better, get easier。Hello， 各位 Women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星期二晚间就来到我们Live Show with Annie 在 Women TV 的特约节目，欢迎大家收看。好，那现在节目还没开始，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线上的观众已经都在期待了，因为今天我们的嘉宾呢非常特别，他就是 Norris 护肤品牌的创办人 Nikki Ng。那么在我们邀请我们的镜头看着 Nikki Ng 之前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在线下还有这个现场的观众有谁呢。好，我们来看看一下我们的现场观众， Nikki 老师的支持者们众多，而且还有些是在线上已经很早的都在等了。哎，好，那我们现在借用你们线上的观众你们的热烈的掌声，让我们的老师亮丽的出场。Hello，Nikki 老师你好，感谢 Nikki 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Hello，Hello， 好，那我们大家晚上好。哎呀 ，Nikki 老师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过后我们就会开始。我们在线上现在有的就是 Evelyn 老师。感谢 Evelyn 老师对于我们 Women TV 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让我们的节目越做越好。好，接下来还有的就是 Janice Zhang， Janice Zhang 是有老师。Hello， Janice Zhang， OK。还有就是 Karen Wong， Karen Wong 也在现场。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Women TV 的联合创办人 Janet Fu， 她在哪里呢？她就在我们线上跟我们一起观看着这个节目。Hello Janet。好，接下来还有的就是 Jasper， 还有 Master Liu， 我的哥哥，哥哥，下一个就是你啊。谢谢。啊，来，还有 Chloe。Chloe 就是 Senso Studio 这个创办人，那我的造型呢几乎都是在 Senso Studio 办的，可爱吗？谢谢 Chloe， 这个头发是真的哦。OK， 好，那 Nikki 老师，我们就开始啦哈，聊天啦，我们开始很自由自在的很聊天，随性，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那么Norris 这个品牌是你在什么年度创办的？多少年了？在这创办也是一年多前吧了。我对一个女性有这个勇气跟这个坚持创造自己的品牌，这一路走来我相信都不简单。是，其实从创业到今天是一年多前才创造这个品牌的。这个品牌已经创造了一年多，一年多，那我看在市场上的名声也是响当当的，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品牌。
啊，我不知道线上看着这一个直播的你们有没有在用着这一个品牌。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品牌你们有听过或者没听过都好，今天就要来看我们这个直播跟分享出去。嗯，那Nikki 老师最感动、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你的使命。使命，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使命是什么？其实我的使命是从我出来创造这个团队开始。当创造之后，我发现到很多女生是需要我们鼓励。然后我的使命是希望在未来也是可以帮助他们，就是勇敢踏出来。因为我在我团队，我发现很多就是妈咪级的，妈咪级，然后可能他们要顾家庭，然后也是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啦。要事业与家庭兼顾，真的是不简单，不简单。然后很多时候会发现他们很多事情也是跨不过去。所以当中我们也学习到，我们女生应该是要互相扶持，也是要去帮助他们。这个是我的使命。然后在未来，希望他们可以多一点，然后跨出来。然后我的团队是在未来，我是希望我们的属于一个微企业，但是要融合一些形象的，因为我们是读形象的。OK， 好，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好奇的是 Nikki 老师的心路历程和他的创业故事，对吗？是心酸。创业有心酸吗？都会有啦。其实人生的成长阶段啊，一路走来都会一样。那好，想不想听啊？你们想不想知道他的故事呢？如果你喜欢，就给一朵花吧，证明你在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先看有多少个人想听。对对对，好多人，谢谢啊，谢谢你们的支持。Janet 说，对，女生要互相扶持。I buy you。OK， 有没有花？有没有花？来，我们要开始听心酸的故事了。OK， 好 ，Nikki 老师，你是几岁开始想要创业的？几岁啊？其实我在中山 Home Tree 的放假已经出来创业。那时候其实在中山之前也是有做那种暑假工的，有打工。但是正式试过第一次出来创业是 Form Tree 的放假。然后我无意间去买奶茶，然后就看到一个奶茶档，他那边有写加盟热线。之后我就尝试了联络。那个时候这么流行奶茶了吗？没有讲很流行啦，但是都已经有这个奶茶。因为那时候中学生哈都会去买2.5元一杯的奶茶，那个珍珠奶茶，珍珠奶茶，我们的童年回忆。对，那时候的童年啊，那时候是我的年少啦，也是说，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创业，那时候是跟我的同学，一起，然后就每个人就出来一些本钱，然后就去做这个行业，然后就开了一个奶茶档嘛。是奶茶档，就在一个小小的mall门口排一个档口的。那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创业啦。哇，原来Nikki老师果然不一样，这么小就会创业，是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啦。但是现在想回去，可能是可能是玩马赛吧。可能是刚开始很新鲜，然后就以为说很新鲜，然后就试试看，玩玩看。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觉得想创业的。这样子。然后中学之后的故事，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很多故事。我们今天就来听故事。在中四的时候，因为我真的是一辍学了，然后奶茶当年是没有做了啦。同学会继续咯。这样子。当在我正式有打工，在出来创业的时候，也是大概整十年前啦，就踏入这一个正式踏入这个online 的事业。这样我大概算一下就知道你现在
现在30多岁了，差不多接近40岁就有。OK， 我们不讲年龄，让他们猜。是，大概是这样的年龄了，是大概差不多在10年前啦。我也是正式踏入这个online 的事业。当初呢，也是做那种比较传统啦，买跟卖这样子啦，就是进货回来然后卖，然后也有几个小代理。那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哎，我想要赚一点小钱，然后就给他们拿我的货去卖了。10年前。已经开始网络销售，那时候不多，很少人做，也没有什么人会做，那就霸占先机，但在这个10年的路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有停过，差不多2年多这样子啦。那时候是因为要跟现在老公要结婚啊，要组织家庭，然后照顾母亲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停了，2年多咯，之后再继续，因为我的创业的那团伙真的是还没有灭，我还想从来没有熄过，真的是从来没有熄过，我很想然后再拥有自己的事业，那时候就跟老公谈，然后他就借了我2000块，他借我2000块再创业，然后就做到现在，然后有自己的品牌，或许观众看到这里，他们都会很大的问号，2000块可以创业的咩？真的，你要怎么做到呢？可以做到，当你用2000块去买货进来的时候，你就要懂得把握，把那个货怎样滚钱，再滚多一点。但是你创业，你就要勇敢啊！就是当初我们2000块买回来的货是很少，这样子你再赚那个钱回来，你就可以再买多一点货，那个利润再赚多一点，就是一直这样子滚钱回来。所以你开始从事网络事业的时候，几乎是从2000块的成本就开始了，一直做到现在的成就。哇，太棒了。以前我们要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很心酸，是因为人家会觉得这个不是一份事业，他们会觉得你们拿手机出来的就是在玩啊，然后其实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因为你知道一部手机你可以完成所有的东西，可是人家不知道，行外人，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你们真的是不务正业啦。有朋友会尝试过问我，为什么你不要正式的去找一份工？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生意？可是我还是坚持啦。因为我觉得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生意，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也是自己创业。这样子，但是证明事实证明你的坚持是对的，是因为现在呢的行业几乎没有网上销售是不行的。对，所以应该是坚持对了。是，因为在以前他们还没有看到在未来的那个网络的趋势，可是我感觉在现在再看回未来，它还是很有很大的前景。所以我每次会跟我的一些旗下人分享，你们一定要坚持。当人家真的是觉得你们在玩的时候，你们就要赶紧把很短的时间。你们要做一点小成绩出来，当初我是这样子过来的，为什么我要让我身边的人去信服我这个行业？你就是要在很短的时间，你要坚持要去完成它，然后他们会看到，你是有成绩的，但是他们就不会再怎样去管。那么这一路走来的有很多挑战吧？一定会有，各种各啦，就是很大挑战，因为。创造团队，你就是要照顾一群的女儿，因为女儿她们也会有面对不同的问题，也会影响她们的那个创业的那个心，很多是因为可能她们的家庭问题啊，还是孩子问题啊等等啊，因为人生成长它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这个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是因为创业，但是。我是希望扶持他们。那对你来说，这一路走来最令你难忘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看到他们做得很不错的时候，可是他们一下会 drop 下来，
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再去扶持他们，嗯，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你看到他们已经很不错了，嗯，因为他们真的是有时候是因为家庭可能怀孕啊，嗯，因为女人怀孕她会辛苦，嗯，可能当中他们会慢慢的要去放弃这个事业，可是这个事业真的是在之前的时候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收入，而且也是看到成绩的，所以你要去扶持。可能到另外一个女儿的时候，另外一个代理商，可能他们又发生跟老公有什么问题，嗯啊，他们又会，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我们也是要做一位心灵老师啊，去帮助他们呐。嗯，其实我不会觉得累啦，因为我是希望他们真的是站起来的。嗯，那老师你有几个孩子呢？我有三个。三个孩子，那在你创业的路途上你怎么样去平衡你的家庭跟你的事业？头痛。其实时间真的很紧，我每一天几乎是忙到是倒头睡。嗯嗯，那时候我在怀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也是刚刚创业，怀孕，可是我还是坚持了，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一怀孕了他们就没有什么要做，可是你要想到创业也是一份责任，你不能停，你一停的话他们跟着你停，你要做一个会影响他们的人，所以你要努力的去做。要怎样平衡，就是平衡这一点，其实我也很感谢我的老公啦。嗯，因为你在创业的路途哦，你要得到别人的支持，你会做到更好。尤其是家人的支持。家人的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啊！当我真的是从以为李老师那边独行相处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很难的，因为也很忙。就是他们去扶持我，帮助我的家人，就是我老公的一些姐姐呀、他们的嫂啊、他嫂嫂啊、就可以有时候去帮忙我一下，然后家庭的东西就是要平衡哦，就是对家里的付出跟事业，这样子，那你如何去平衡这一个？老公的支持，然后我们是需要去磨合啦，有时候也会吵架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他会帮忙我，这样子。是，我看你的老公有没有在线上，我们检查一下。平衡点是夫妻两个是需要到他们的啦。有一个很非常支持你的梦想的另一半来说，创业的路途上走的就不会那么孤单。是。那如果现在看着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男的呢，我就希望你多多支持你的亲爱的你的另一半，让他想要去追梦的时候就给他一双翅膀。是，这个是我的老公是可以给到我的，他让我去追梦，是，那哇，今天你的观众很多嘞，很多，多到我有点心伤了。谢谢你们 ，Hello， 如果我不能念到你们的名字呢，就不要骂我哈。然后我也知道你们在看，然后我们也很高兴有你们，然后多多分享吧。谢谢。OK， 哇，好多花耶，收到。好多花，太棒了。OK， 好，那么不然我们就分享多一点关于 Norris 的品牌啊。可以啊。Norris 品牌是你以前有创造过品牌吗？还没。有梦想，还没。有梦想。那 Norris 就是你可以说是生平中第一个第一个自己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个品牌也是应该是到了现在的这一个阶段是最有亮点的代表作。是，因为我一直以来会觉得很自卑嘛，然后我都会带给别人的都是一些美的产品哦。怎么说自卑？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没有自卑这两个字在你的字典里面。这个要从小讲起。从小讲起，因为要不要听？要吗？现场观众讲要好，我们就来听一下。因为从小哈，我其实打从我一出生娘胎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台子。现在看不到哈。真的没有啊，没有啊，去掉了啊。OK， 就是这一点呢，是让我最
自卑的，因为你会发现，哎，整个学校好像没有几个人都会跟你一样这个问题。胎记，大概有一个实现这么大而已啦。在哪里？脸啊，脸上看到吗？哦，下面看不清楚 现在会有一些疤啦。当初啦，以前小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阴影、很介意，会咯，本人会介意、那时候会很介意啦、因为你会发现同学们都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就其实自卑哈、会影响一个人所有的思维的，包括自己未来自己想要什么的东西，其实都不敢，不敢去做，然后直到我在。中学的时候啊，我出来打工啊，然后赚了钱了、你知道我要去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赚了那些钱的时候啊，刚好我在那个服装店隔壁就有一个美容院，OK， 我就教他，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去掉？哎，其实他们没有发现的嘞，他们跟我对接这么久，因为可能我头发盖住了，他们没有发现，然后我就叫他帮我去，他说现在没有这样的技术。因为以前是去渍而已嘛，胎记是平的嘛，没有这样子的技术的，然后他就讲，可能是不能做到啦。但是我说没关系，因为肉是我的嘛，我说你帮我做，我不会怪你的，因为我在那时候的想法，我会觉得，我希望我的脸可能有疤痕，我也不想要那个黑色的痣，那个胎印在那里，胎记，因为那个会影响我，这样子的话，他真是帮我做，做了之后是流很多血了，之后就等伤口恢复，之后呢，再过不久，那时候马来西亚已经有第一间医生，是可以帮人家做雷射的，哇，我很关注的哦， okay. 那时候是第一家，开在我们这边了，我就去做了，其实现在想回去也没有怎样啦，可是当初就是有那个心，真的是不能平衡。就是其实自卑是来自自己介意，其实人家没有看到的，是也没有人去发现你有什么缺陷等等。对，其实长大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是我们内在的思维。其实别人是没有怎样的。所以我自己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现在就是要帮助很多的女性。他们有什么跨不出的，我都愿意去站出来扶持他们，这样子，这个是以前的想法啦，所以自卑哈会令一个人做了很多错误的选择，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就委屈这样子，没关系了，委屈了，反正我也不是这么好，这样子，在我过去。我20岁的时候早婚，2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这样子，但是那时候有一个儿子啦，现在很大了，现在10多岁了。几岁了？16岁，我大的儿子。跟着父亲啊。这样子。20岁结婚。23岁就离婚。这样子，我路是这么心酸的，一直一直这样走过来。然后那时候没有想过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没有诶，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会觉得哈，那时候还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命运是这样？为什么好像一路走来都这么坎坷啊？好像做什么都不好，遇到的人也不好啊，会这样的 mindset 啦。可是我会一直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人了，直到我在20多岁的时候，也是有谈恋爱啦，那时候就遇到一个人，他就是也是不辞而别，但是我很难过很伤心啊，我甚至是到那种阶段哈，我不接触人，我不出来啊，到已经到那个程度了，那时候我开始。反思，我会想，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子哈？那时候我就会自我去探索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啊？原来不是的。那时候我就开始，因为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哈，你会开始去想自己的不足，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
对待你，是不是因为你是不够好，要去反思咯。幸好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逆转我的人生啊。结果得到什么结论呢？结果就是我会这样子的想法之后，其实也是一个人会去看一些书啊，就是比较心灵的东西。那时候我会开始，哎，人家会说女人你要懂得去爱你自己，你才会被人爱嘛。那时候我就会自我探索，然后尝试的把自己变得更优秀。做好我自己，做好我们本分应该要做的事情。真的是你会觉得，哎，好像老天是知道的。你会觉得老天真的是知道的。之后呢，当你真的是做好自己做好准备的时候呢，啊，老天会派一个人来眷顾你的。那时候就是我的老公。就遇到一个就是现在越好的。越好。对对对，是有他的出现。让我的人生是更加完美更加精彩。他是一个非常虽然他很 channelman， 但是他是很顾家的。他会让我感受到爱。所以我现在的出发点也是对我的孩子啊，还是身边的人，我都会给很多的关爱，因为我觉得爱的力量它是很强大的，它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感情上的挫折只是暂时性而已，你一定会遇到一个更加好的人，是不是这样子说？就这样。那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啦。是。家庭也很美满，婚姻也很幸福，事业也非常有成就。但是还是要继续努力啦，因为我觉得还是很多女性是需要我们扶持。所以我非常欣赏你的精神，就是当你一走过这一路途过后呢，你就会有一个想法，想要把一些曾经遇过跟你一样的问题的，或者是现在还在迷茫找不到方向的，那你就很想去协助他们，让他们找回他们自己。因为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年代80啊70，因为我也是80后的女人，可能很多她们还没有跨出来。00后不用讲了，她们是比较新时代的。所以可能她们的他们的思维还是想要以家庭为重的嘛，照顾家庭的。可是他们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其实我现在想要帮助他们，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坚强，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们是可以扛得起你们的孩子，扛得起你们的那个家人。我是希望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他们也要听到你这一番话才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所以线上正在观看的你，你很重要，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大大力分享哦。OK，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线上的观众，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想要提醒我们的，或者是你们要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Nikki 老师的，你们可以写在下面，我们等一下会回复你的问题。好。暴露年龄了。暴露年龄。OK 啦。OK， 好，80后。OK， 听说Nikki 老师是有礼物要送是吗？是。Norris 产品这么好用，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大大力分享，然后等一下导演就会送出去。我们就会透过 Women TV 这一个电视台呢，就送出去给你。是。那什么条件呢？我们要送他们？我们还不要告诉他们要送谁，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品有什么样的特点、特别的地方。其实护肤品是一系列是美白啊，补水，这个一系列都是有洗脸霜，就是一套其实已经足以你们日常使用的。紧致我们的皮肤啊，单板的，这个是我们亚洲人就是
最需要的一些产品。嗯、那么呢，这个症状呢，大致状呢、是我们现在才曝光的，这两个嘛、啊，这一个是我们之前已经出了的小、小支装，他们已经试用过了。那么我觉得你的包装都很精致哦，是很漂亮。然后呢，现在他们购买这一个大支装的，我们就会送他这个，这个电哦，这个是放了那个电池，它会可以瘦脸，可以震动紧实啊，肌肤会紧实的。这个，这个配上手机应该很好用，一边拿手机一边瘦脸，是很方便他们用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的冻龄组合也是有出小支给他们试用先啦、有些人觉得我想试用先嘛。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现在最火爆的产品，这个全身去角质的产品是现在的最高销量的。哇哦，销量最好的是，这个呢，它是可以帮我们洗掉我们身体的一些污垢啊，去角质，因为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的关节位会特别粗嘛，死皮也特别厚，这样子这个呢一搓下去呢，它死皮就。可以搓完很光滑，然后就要、要一边洗的洗的干用咯，就是干的时候你搓、一搓了你就可以去冲水，是非常好。有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这一些位置啊，会特别黑啊，脖子啊、腋下啊，bikini line 啊那些会特别黑的，我们也是一搓它就会比较有光泽，会亮回咯。然后我们的脸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脸有时候会暗淡无光哦，就是看起来都没有气色的。其实也是可能我们角质层太厚了，因为我们皮肤还是一直更新的嘛。那么死掉了的细胞就是我们的死皮，它没有去掉，它一直铺满的话，它脸就会暗淡。而且摸下去它很粗。用了这个就会滑滑了。皮肤就会光滑。看得到吗？你们要放靠近一点吗？等等等等，就是这一个神奇的去角质产品，哪里黑洗哪里，是哪里黑哪里想摆就洗哪里，而且是干洗，干洗，对，你一边看戏一边洗，你哪里不舒服你洗哪里，真的，它一搓了就会滑了，而且很水嫩，很水嫩，要不要try一下？要不要try一下？所以今天我们的会送出去的礼物是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哇，太棒了！都有这个，还有这一个，这个是我们是今年我成立了第二家公司，这个品牌啊，但是我是跟两位有比较有资深的合伙人啊，他们也是在微商界是蛮有经验的，就是跟我们合伙，然后创造这个竹炭牙膏，竹炭。牙膏量子竹炭牙膏、因为这个呢它不像市场上的一些普通的牙膏，它是比较有多功效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嘴巴有凹色还是时常出血牙龈问题，它是可以用好的，因为它里面我们融合四大成分，就是那个竹炭、蜂胶、金盏花还有那个牛栏香，因为一般市场上的都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了，我们就放了很多一些。这个是牙膏吗？是很欣赏的吗？很香，很漂亮哦。是，现在这个是牙膏，网络上最新潮、最有个性的牙膏。最有个性的牙膏。对，最有个性的。那我们给观众看一下，看到吗？看到吗？牙膏，它是黑色的。哈，黑色的吗？黑色的。不要怀疑，虽然它是黑色的，但是你说出来不是黑色，它绝对可以帮你洗白白。是亮齿，用了牙齿会比较亮一点，比较干净。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很喜欢白的嘞。你很喜欢白。人家说一百遮三丑，一百遮三丑，所以牙齿要白白，皮肤也要白白，脸也要白白。全身都要洗白白，其实全身都是要洗白白啊。对，一百遮三丑啊，一百遮三丑。我又学到了。所以我是觉得都是亚洲人很需要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去角质？是因为我发现哈，我们做过很多survey，很多人很追求一些一直买很贵很贵的一些产品啊，护肤品、保养品，可是他们往往就会忽略了
哦，原来没有去角质，因为他们会觉得，哎，用产品一段时间没有效果。其实观众，你们知道什么叫角质吗？观众，给他们猜一下，你们觉得你们知道什么是角质吗？其实，其实我觉得他们角质是在我们马来西亚会比较少人会知道，所以我们出产品，我们也是以往教育的路线。你知道我们曾经看过一出戏啊，有一个人很会去角质的，济公，有没有？济公那个神奇丸，其实那个就是角质。OK，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角质层，角质层呢是一个很漂亮的名词。其实还叫 lucky， 对对对，我的槟城的代理他就讲是 lucky， 就是 low 来啦，我们广东人是叫 low 来啦，尤其是小朋友哈，他们也是每次去玩啊，他们从来没有洗干净，他们就会有很多那种污垢啦，污垢，华语是污垢啦，广东话就叫 low 来咯，槟城的人是叫 lucky 的，在公台 low 来。因为他们很多人没有想过要去角质，他们也许很多人也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哦，原来我们身体是需要这样子的，如果没有去的话，我们死皮真的是很厚，而且你会发现那些膝盖哦，你没有去搓的话，它是很硬的，脸也是啦，你搓了你的脸就感觉很 soft 去的。那这个搓了就不用洗吗？冲水咯，冲水。如果你是搓了去冲凉的话，就直接冲凉就可以了。一般如果你要搓手啊什么，你就去冲水就可以了。要搓多久才会有楼来云？马上你要 test 吗？你一般一点点啊，你一直搓它就会一粒粒出来了的。然后那个污垢啊就会从中那个一粒粒颗粒那边带出来。就会搓来就会看到这一个很几久没有搓。哦，如果那个楼来云越大，就是你很久没有冲凉。要 try 嘛。我不要啦，我害羞。没有啦，就是这样吧。我们看一下怎样搓。它就是绷一点点哦。OK。它就是，它是透明的。透明的。济公的是黑色的。我们这个是白白的，因为 Niki 老师喜欢白色的东西。是，它就会这样子了。你一直搓，它就会变一粒粒。然后有污垢的话，就从中带出来。它不会好像磨皮这样把我们的皮磨白的吗？不会。磨什么？磨白是吧？亮啦，会发亮的。因为表皮层的死皮去了，它就会亮。它就会这样，你搓到它没有了，然后冲水哦，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白白了。你可以combine那个。它会比较有光泽，然后很水嫩，是不是很滑？是，明白。那这么多产品，为什么 Niki 老师想要出这个产品呢？因为我就是发现很多人一直追求啊，买什么很贵很贵护肤品，然后他就会跟你讲，哎，用了一段时间还没有效果，你就会发现他们缺少做了一些什么步骤，就是去角质。角质层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它滑滑的，它又不会。你搓的时候它很舒服，很舒服。它不是砂纸啊，砂纸就越磨越滑，不是？对，一些砂的话，有一些人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皮肤不喜欢。就这样。果然不一样。那为什么没有想过要出洗脸的啊？反正有啊，有这些这系列都已经有了脸的。护肤一系列，这些一系列都会有了。然后这个就全身脸跟身体。然后这个到牙齿都是关于美的一个人的形象。那你也是伊丽老师的学生吧？哈，是你上过他的课程？对，然后我上过他的课程，有得到什么启示？哇，这一年多走来，真的是我是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伊丽老师。伊丽老师，伊丽老师你在吗？他是我的也是说他是我的伯乐啦，我人生中的伯乐。当我上完他课程之后，其实也是我们要努力啦，要努力的去跟他学习。之后他就会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他还甚至把我们这个产品推上去那个日本。
美业协会啊，日本东京金紫荆。哇哦，去到、所以这个我们的品牌是去到日本的舞台啊。哇哦，是。我们这个品牌已经被日本协会去肯定，拿下了这个金紫荆大奖。十大具有创新品牌，十大具有创新品牌。哇哦，这样子就是这一个 Norris 的品牌。哇哦，不管你知不知道，不管你要不要用，人家的品牌已经到了日本，到了国际了，你爱用就用吧。是，已经是，其实也是非常感恩啦。会，他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了。因为老师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个女性，是，她真的是很努力。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就是被她的那种磁场吸引。很正能量的一位老师，非常很棒的一位老师。然后我们不断学习啦，然后她也是有推荐我们去到韩国，国外那边去做评审。从去到品牌去到日本，人就去到韩国。是 OK， 来我们听一下韩国的故事。他是推荐我们去了，推荐我们去做展示啦。去做，因为在外国他们是时常有举办那种美业的那种化妆比赛啊，皮肤的管理比赛啊，纹绣的那种expo 的嘛。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去到国外。产品去，人也可以去。所以我想到你的，你如果出一本书的话，你的书应该是从自卑，从有胎，从什么，从不满意自己脸上有胎记，到创办了这个闻名世界的护肤品牌。谢谢你老爷。这个故事应该是很精彩。是一路走来，就是其实要努力了。努力付出。当老师有给机会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尝试。对，其实自己可能有做到不好还是什么，但是还是要勇敢先去尝试。因为你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可能是非常好呢。这样子。要接受自己了。其实我一路走来，我是学会你要如何去接受自己。先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才会开始接下来的人生。有做笔记老师说首先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才去开始自己的另外一个人生呢。开始自己的另外一个人生。什么做笔记是什么？没有，因为觉得你讲的话非常有营养，这样我就要记录下来。老师做笔记。有没有人在帮我做笔记写一下？帮导演做笔记。 OK，有礼物，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讲，因为人数还不够多，不过老师不够开心。有很多人来支持哦。很多。好，你们想要礼物的呢，你们就在下面。要放什么啊？这一次刚才放花，现在要 Women TV 啊。 Women TV 也放了，有人放了，有人放了。那我们再想一个 emoji 让他们放一下好吧。来你想笑脸吧，我觉得一个笑脸好。如果你们想得到这个产品的话，我们还没有开始分享嘛，然后先放一个笑脸呢，看你有没有诚意。谁想要获得 Nikki 老师今天特别赞助的产品，你就先放一个笑脸，我们看一下你的诚意才决定要不要送给你。OK， 笑口常开，笑口常开啊，好多好多。OK， 那今天我们要送出的产品第一样有几样啊？总共这个三分，这个三分，三分，这个三分，这个牙膏，这个牙膏。今天的礼物呢就有这个牙膏三分，然后还有这个去角质的什么叫中文叫什么，去角质啊，去角质凝胶，凝胶神奇的去角质凝胶。还有这个洗白白的黑人牙膏。黑色牙膏，黑色牙膏。 OK， 就送给你，就总共有三个。 OK，那他们要怎样得到呢？这个三个Okay, 我们要比什么？等一下，他们留言什么啊？
嗯，很多笑脸啊，很多笑脸，很多笑脸。OK， 导演，你就问他们简单的问题。好，我们来发问问题。刚才你们都有听这个Nikki 老师说的吗？哈，好，我来问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Nikki 老师是几岁开始创业？几年前？他们没有暴露年龄，没有暴露年龄。那个问题无效。Nikki 老师几年前开始创立品牌还是创业？创造第一份卖奶茶是吧？啊哈哈！Nikki 老师在什么时候开始卖奶茶的？他的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是在、其实很小啊，真的是很小。你们猜那个时候多小？哎呦，这么竟快有答案的，果然是你的铁粉呢！哦，杨秀文。孟修问啊，我们先送给我们就问六个问题，我有这么多问题问吗？陈，那第一个回答的呢，我们就送一个咯。那老师，第一个有了，有第一个人，他孟修问啊，他回答对，他说16岁，对不对啊？这个答案，大概是这样，是多是吗？是哈，还有其他人吗？我们就送出这三份。OK， 那其实还有很多人回答16的。但是第一个才有算还是怎样？可以啊，我们就送出三份吧。就送出前面三份，那我们只有两个问题哦。只有两个问题嘛。OK， 好，那第一名得到的是，看一下，杨秀文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傅世峰，第三个就是 Stacy Lee。恭喜你们三位得奖的耶！16岁，啵啵吹，对，好，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不要给他们听，我们就问一下这个 Norris 品牌，是什么时候创立？诺丽群，刚刚我们有提到了诺丽群牌是什么时候？2018。好的，我有第二个问题了。OK， 诺丽的这个品牌，诺丽品牌是什么时候开始创立的？三个哦，前面三个。OK， 有没有答案？哦，这么快就有答案，有吗 ？OK， 哇，还有，有，看一下。好，第一个 Maisin 他说2018年，老师这个答案是对的吗？对呀、啊，这样快呀你们。然后 Karen Wong 秋韵他说1年前创立，也对呀、也对呀、也对啦。OK。然后 Eileen Chow 2018，所以总共有这三位是会获得我们的黑人洗白白牙膏，洗白白牙膏。OK， 我们来宣布一下得奖者，就是第一个有 Maisin， 第二个就 Karen Wong， 第三个 Eileen Chow。Eileen Chow 有没有在现场？没有、那个是真的是线上观众来的嘞。Eileen Chow 还有Karen Wong 还有 Maisin， 恭喜你们！还有刚刚前面的三位 ，OK， 有没有重复啊？没有啦哈。OK， 好，刚刚第一个第一 part 的就会画第一个问题的就会得到这一个去角质的神奇。神奇，这样叫什么胶？去角质凝胶。去角质凝胶。第二个问题得到的就是那个牙膏，就是他们要自付邮费。然后你们自己自付邮费，
哦，然后我们就会把产品寄过去给你。那么你得到这个产品过后，你就用一下你的相机跟你的产品拍一张合照，然后发 Messenger 去 Women TV， 然后我们会把你的照片再 post 回出来。那如果你担心你拍的照片不美呢，欢迎使用美颜相机啊，你或者我们帮你修图都可以的。OK， 嗯，太好了，演讲又可以上 Women TV。OK， 然后总共我们有六张照片，所以不要欠我照片哦，因为上一次我有送产品，但是哦，那一个人他只拍产品给我，他不拍脸给我，不拍脸给你。OK。好 ，OK， 恭喜恭喜恭喜大家，恭喜刚刚那六位得奖的观众，恭喜你们，恭喜你们。那还有呢，就是好，Niki 老师，对于现在啊创业的女性，你有什么话想告诉她们呢？创业的女性。其实创业是有风险的，就是要勇敢去追寻自己的梦了。如果是关于我们自己的online 的生意的女性啦，是自己要去自律，因为这个是创业，因为很多人把这个事业看待成为一个可能很小的一个小代理。但是如果你们可以把自己把那个位置摆在你们就是老板娘的位置去思考，你们未来的路是非常光明的，真的。因为可能他们很多时候出来创业，可是他们没有把他们自己的位置摆在对的地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真的，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会变成你要每一天的是就是每一天你真的是要去继续的经营哪怕是今天做比昨天多这么一点点。所以这个就是你想要鼓励他们的话，是就努力创业的那个心跟思维是真的是要对的。那么既然 Norris 的品牌这么好啦，也去到国际认同，那么其实要怎样成为 Norris 的代理，他需不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呢？不需要。今天他们可以以这个176两支哦，然后他们可以把这个有这个 live share 出去，拍给我们看，然后呢就是给我们知道那个代码是 Women TV 的，我们会送他多一支。OK， 我们再讲多一次，我们看着他们再跟他们讲，就是无论他想要自己用了，然后再创业都好，我们都会给收50位，他们176拿两支，然后告诉我们是看 Women TV 的，我们会送托他一支，就是176等于有。三只哦，就这两只，再送多一只就有三只，就才多少钱？176，176万而已，好划算吧？很划算，是就是马币176零几，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三只，然后一只怎么卖？98，一只卖98，三只就卖。HL 我们卖两只，一只跟两只，但是他们是看 Women TV 的，支持我们的，我们就会再送多他一只，收50位而已。哇哦，谢谢。过了就没有，如果今晚已经是爆单50个人，我们就没有再送。OK，好，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哦，好，现在成为代理吗？是吗？都可以。好，成为代理有176万的举手一下。没有，176块有没有？176块想成为 Norris 的这一个去角质产品的代理的话，你们只需要付176令吉就会买一送一再加一，总共你会有三买二送一，买二送一，总之是三了，拿到的是三次。Okay, 然后他们怎样开始做生意呢？其实我们有给他们培训的，就是我们的培训是分为online。跟 offline 就是线上线下我们都有提供，一般因为我们的代理都是来自全马不同的地方，所以 online 的呢线上的课程会比较适合他们，但是他们如果做到我们的批发商以上的级别，我们就会送他
一天的课程，就是我自己在雨林老师那边教的自媒体课程。嗯，啊，我就会送他们，让他们去了解更多如何再去做这个自媒体。嗯，如何在网络上成功的销售产品？嗯，这个是免费给他们的课程。好，3-294。哦，3-294,294。那今天你的成本只是176。嗯，所以谁想要的就在下面写一下加一，加一，加一 ，OK， 很现在流行加一 ，OK， 收50位啊，只有50位啊，收50位，嗯 ，OK， 好的，嗯 ，OK， 收50位就是76+1哈。那待会这个直播结束过后呢，我们也会放一个链接在下面。啊，让你们有兴趣成为代理的话，你们可以啊联系我们的 Nikki 老师，或者你可以在 Women TV 这里留言，我们会再帮你对接过去。是，想要创业的女性要赶紧。你觉得现在的女性创业会辛苦吗？嗯，其实出来创业都会辛苦的。就是。看他们是可能一些人真的是有在做工，他们只是用业余的时间，所以你们用业余的时间，你们是要比别人更加努力，当你们真的是要跨出第一步的时候，一定是难的，一开始的前3个月，一定是有很多东西你要去学习，因为我学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学习到今天，因为网络时代它的那个步伐，其实他们跑得蛮快一下，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步伐，所以我们要学的东西也是比较要跟紧一点。其实我觉得代理 Norris 成本又不高，是，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学习，而且开店也不需要开店嘛，不需要，只需要在网络销售而已啊。是，那这一个行业呢，你们不用去 try 了，因为 Nikki 老师已经 try 了10年，事实证明他是成功的，所以不用去撞板了。是，因为板他都把你们撞完了。我已经撞过头了。所以你已经研究到有一套成功的方程式。因为已经其实要亏也亏过，要撞的也撞过，当然我们以前也是会做到亏啊，因为我们买货回来啊，因为我们从国外订货回来是什么的时候，都会可能那个运费还高过那个产品，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我们去进一些货啊，淘宝货啊，是中国的一些厂家的货进回来。对对对，运输费还高过那个产品，因为那时候，也是你要去慢慢的去接触，你才会知道这些板我们已经是撞到完了。所以很值得啊，很好啊，这个机会给那些刚刚想要开始网络做销售或者开始一个网络生意的朋友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我看有留言吗？有。OK，Medicine 唱。Medicine 是我的 Miss Call 品牌合伙人。还有一位 Nasna， Nasna， 他们都是非常棒的一个领导。好，我们现在就来关心一下，就有谁在我们线上的到现在。我先从最后一个留言开始啊，最后一个就是佩珊，代理，你的代理 ，Hello， Hello， 然后关锦腾。关锦腾他帮你分享了很多，谢谢，是新加坡的朋友。谢谢支持哦，谢谢支持，谢谢继续收看 Women TV，然后还有 Ellie 代理 Ellie， 代理商，你是 Norris 的代理商，所以 Norris 的代理商几乎是遍布全马，都会有，到国外有吗？国外暂时还没。那我们就祝 Norris 品牌早日国际都，没人不知道。好，谢谢。讲到洗白白就想到 Norris， 对，就是我就是喜欢白，是吧？对对，我也觉得是吗？是这样子吗？你喜欢白色？我是希望把人家好像 eraser 这样子啊，把它擦到白白。然后 Madison Chang， 合伙人，
然后他说啊，他帮你做笔记了。他说简单的事每天做，哪怕每天只有一点点。是哇，这句话很经典。对 ，OK， OK， 另外还有，Karen Wong，Karen Wong 呢 ？Karen 老师 ，Karen 老师他说，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哪怕一天只有一点点。我你们都毫无会做笔记，非常棒。OK， 好 ，OK， 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是差不多了，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吗？有吗？有吗？有没有人想问问题？你们可以问他你平时问不到他的问题，因为呢我会帮你问。好，那 Miki 老师，你的对你未来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期待？期待啊，其实在老师这里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老师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教课啦，也会去一些大学啊，可能跟大学联合，我们的自媒体课程会跟他们的形象融合，因为我觉得是未来趋势，也是形象离不开的，离不开的东西，真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很大的发展。那么对于团队的发展呢，是希望跟了我很多年的一些人，我是可以再提拔他们，但是只要他们愿意啦，因为要扶持不容易，只要他们自己把手伸出来，我就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帮助他们。然后课程呢会给他们多一点线下的，因为线上跟线下其实那个感觉不一样，线下的话，你们可以愿意踏出来的话，它是可以给你们很大的那种动力跟感染力吧，我相信。对，我喜欢去上课是因为上课的氛围，对，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是希望他们可以有踏出来了，给自己一个机会了。因为其实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兼顾，但是我们也可以把一些事，然后自己喜欢做的事啦，去完成。这样子。那祝 Miki 老师呢就早日的成功，已经很成功了，还要再努力更上一层楼。那生意做到越来越好，帮助到越来越多的女性，Norris 品牌也享誉国际。谢谢。也祝线上的观众用 Norris 产品越洗越白，越洗越漂亮，好运永远跟着你，越来越幸运。OK。有没有打赏三块六？导演太棒了。OK， 只要你愿意做啦，我相信 Niki 老师这里呢，愿意提供的是一个机会教育，还有这个是一个平台啊，让你可以用低成本就可以去创业。那如果你把自己当成是 salesman， 你就是 salesman； 是你如果当自己是老板，你就是老板，对吧？是这样子嘛？你看我过逼到了，我学到了。是，这个也是我们创业思维啊。是啊，所以很重要，我觉得。我很高兴今天 Niki 老师就来到线上跟我们分享这样的话题，也透过今天所带来的这一个机会，可以让更加多的观众知道 Norris 这个创业的机会其实是很低门槛而已。是，可能在网上我们看到 Norris 品牌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产品包装这么漂亮，应该是很贵啊，或者是应该要代理费应该是很多很高的费用，所以有些人就不敢问。那今天见光了，其实才176块就可以当老板而已，就当一个老板啦。他们都赚回来，有产品，然后又有课程可以上，又可以上课。对，所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了。时间过得好快啊，时间过得好快，一个小时了，不够聊。是，还有什么我们没有讲的哈？没有了。你要聊也可以的，但是你说你要上厕所。没有啦。OK。好，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就要有一个很隆重的，猜猜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要颁给
Nikki 老师的感谢状，感谢 Nikki 老师呢对我们 Women TV 一直以来这样的支持，是是，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记得收看 Women TV， 拜拜，我们下期再见，然后不要走开，因为广告有彩蛋。